再来看说，在这几年期间，民众大家会出去吃得一碗，另外很多人是都会到这个菜馆行来买菜馆，或者是这个刮刮乐来试一下手气。其中尤其是这个刮刮乐，在几年期间生意是相当的好，菜馆行都是卖到欠费啊。甚至在这个菜馆行的头家是用公孙笑说，民众在选这个刮刮乐的时候，可以说是好参照变钱的同款。平常来到菜馆行，会当看到真侪人在手内揢着这刮刮乐一直刮，会使讲是相当趣味。大家除了会当钓大奖以外，另外希望伫这过年期间会当好好来耍者快乐就好啦。哎，你看，先有钱就有钱，我先两包。好，是啊。这先两包我。两包，哎，有钱就有钱。哦。哎，你这有钱无？这有两包啊。趣味头路啦。哦。为着挽救这彩白，早起搁特别排队去买这刮刮乐。刮刮乐敢若变钱的，一直摕来就撸，摕来就撸，唔知为虾米安尼？可能是电视媒体报道我，想过好啊啦，大家拢看电视走来遮买的安尼。哦，今年生意就袂歹了，对。对，甲去年差有够多。哦，今年的生意比去年对还好，啊，拢卖个欠费哦。对啊。啊，墙上那些是那种。会在早上才补，早上。哦，赶紧去补货。会对，会在银行开门啊，所以讲紧去补货啊。啊，即摆呢是买刮刮乐较济，还是迄个大乐透？对啊，我甲讲，乐透是爱靠有累积无？嗯。若是有累积，就较侪人买。过年就多种是大家希望的，有钱好过生活。这菜卖出来，摕到刮刮乐，希望会当钓大奖，就算讲无钓大奖，至少也会当钓一挂小奖，快乐一下，或者新的一年充满快乐，也够希望。中视新闻考试馆，王林报道。